这几天也不见人影，鬼子肯定是进到帐篷里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没什么怎么办？冲进帐篷里，把鬼子都杀了，把文件拿出来。你们这些日本军人，都是些没有人性的畜生，竟会杀一些手无寸铁的百姓，该死，都该死！其实，可以不惊动他们，一样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 不惊动他们，怎么的？你可以假装被我俘虏了，我们一同走进帐篷，再找机会拿到你想要的文件。如果有的话，小子挺聪明，想的倒挺美。我要是听你的，那就真的掉进狼窝里去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出来？当时时间不等人，再挣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以为我凭什么带你出来？因为你相信我，你说的。你傻？我不傻。 我从你的眼神中能看出来，你是信任我的。没工夫跟你扯淡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不要命了，既然都是死，那你为什么不去赌一把？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啊！哼，好，还一线生机呢，一揽子生鸡蛋吧你，死皮赖脸的跟着我是吧？行，我信你一回。 等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手榴弹就在我腰里。敢给我动心眼儿，马上就拉弦儿，让你给我陪葬。走，全部都是英文，我什么都看不懂，立刻找个懂英文的人来。嗨嗨。 什么？美国人跑了？所有士兵都被击毙了？报告，报告，进来。我军一名军官俘获了一个八路，带进来。嗨，进来，走。什么情况？是这样的，我是。 陆军松井联队的北野次郎，奉命伏击中国小分队，遇到八路的阻击，在突围的路上抓住这个八路的指挥官。听说你的部队大部分已经撤后了？是的。那其他士兵呢？八路为了营救这个家伙，全线追击。我部其他士兵全部阵亡。你一个人带着他，突出了八路的包围圈。 既然是俘虏，为什么身上还带着刀？为什么不卸下背囊？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让开！请你看清我的军衔。你现在应该审问他，而不是在盘问我。对不起，少佐阁下，这是敌占区，我有些过于紧张了。你是八路军的指挥官，说出你们部队的番号和任务，统统说出来。 给我说话！报告，进来。懂英文的帝国军官在睡觉，我们报告，情况紧急，马上就到齐来。嗨，什么英文？我就懂英文。你说什么？你懂英文？是的，我曾担任过三四幺联队的英文翻译官。好极了，这边请。 快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内容！天哪！嗯，这是美军对我部实施空中打击的所有重要军事目标。你说什么？这些都是从美国人手里得到的。是的，全部都是。赶快向总部发布。 离第二次轰炸时间还有不到2个小时，可是美军飞虎队的飞机已经全部返航了，怎么轰炸？混蛋！第二波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去发报！好。哎，往哪儿藏呢？这儿。哎，还有地图和文件，他们都给我了啊！干什么？他们。
马上就回来了，有说话的功夫都已经拿到手了，要不然我炸死你！快点，快点动手！这，哎，这儿，跟车，你再这样会害死我们的！快走！哎哎，看那柜子里还有啥好东西没有？啊，到底还想要什么？这条贼不走空，知道吗？快点，没时间了！快，在那边，请跟我来，走。